在长寿区主城以北34公里国道榆吴路上，有一个山清水秀、人文荟萃、物产丰饶的地方——长寿区实验镇。实验镇地处长寿北部，西倚明月山，东临长寿湖，全镇幅员面积107平方公里，人口6.16万，辖20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，是长寿区第二大镇。这里山清水秀，旅游资源丰富。实验镇西部为明月山脉，五华山即坐落其上。实验境内的明月山海拔600到1000米，山上森林茂盛，泉水清冽，物种丰富，空气清新。这里出产的人头山矿泉水曾荣获国际博览会金奖，是我国首家出口日本的矿泉水。白龙洞、三条沟、范家桥水库与明月山山水相连，刚柔并济，阴阳和合。盛夏时节，来到一河山乡，抿一口山泉，听松涛阵阵，顿觉神清气爽，一切喧嚣与烦忧倏然而去。实验镇东部的新龙、新滩等6个村三面环水，被龙溪河、长寿湖阻隔而成为了一个半岛。潺潺的龙溪河在此汇入长寿湖，带来新鲜而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吸引了大量鱼群来此觅食。这里的平滩也因此成为了长寿区著名的垂钓圣地。半岛上山峦起伏，地势多变，湖光山色令人流连。这里人文荟萃，文化积淀深厚。生于现实验镇新滩村的明末崇祯朝兵部尚书陈新甲，虽形势已非，仍不畏强敌，积极领兵抗清，其忠君爱国之精神名垂青史，其后人在实验繁衍生息至今。坐落于新滩村的陈家老宅，虽然已是人去楼空，但其巨大的立柱、庞大的院落、宽阔的门厅，仍然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有过的荣光。